那么那种人一接触就能够相信，就不怀疑，最上根人。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，一般人怀疑啊，我们不是上根了，中根都还差劲啊。这个净宗法门在我的时候搞了差不多30年才接受啊。要不是寿命长一点的话，就耽误了。搞清楚了，是不是真彻底搞清楚了？为什么彻底放下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？现在搞了60年了。灾难现前了，看到美国人拍的电影，假的；但是看到日本311大地震的那些报道，那是真的，那是新闻记者乘飞机在上空照的，那一点不假。一个城市2-3分钟就完了，整个就没有了。这给我们很高的警觉古人所谓是人命无常我看到了，亲眼看到了一个灾难突然来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。